小朋友，你们好，又到我们的阅读时间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还是一样进入我们第三本的阅读本，但是在还没有学新的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做复习。小朋友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餐，餐，喝，喝，包，包，杯，杯，片，片，豆，豆，饼，饼，干，干，三，三，见，见，吃早餐，主题，关心长辈，早上，杰杰和家人一起吃早餐，餐，杰杰爱喝牛奶，爱吃面包，喝，包，杰杰喝了一杯牛奶，吃了一片面包，杯，片，佳佳不爱喝牛奶，也不爱吃面包，佳佳爱喝豆奶，爱吃饼干，豆，饼，干，佳佳喝了一杯豆奶，吃了三片饼干。三，杰杰看见爷爷不吃早餐。见。好，复习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学新的生字，还有阅读本的页面。我们一起从一数到十就开始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开始。问，问，妈，妈，这，这，摇，摇。好，读完这些生字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阅读本。好，那么我们马上进入我们阅读本的第九页和第十页。这是第三本阅读本的第九页，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杰杰是要问爷爷要不要喝牛奶，要不要吃面包。小朋友，现在呢，嘉文老师要你准备好你的手指头，跟着荧幕上的手指头一起进行阅读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杰杰问爷爷要喝牛奶吗？要吃面包吗？问吗？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再念一遍哦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杰杰问爷爷要喝牛奶吗？要吃面包吗？问吗？小朋友，你们都很棒哦，嘉文老师给你们鼓励鼓励。来到第三本阅读本的第十页，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哦，原来是爷爷看着杰杰，然后爷爷摇摇头说，我不要喝牛奶，也不要吃面包。好，小朋友，准备好你的手指头，我们来一起进行阅读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爷爷看着杰杰摇摇头说，我不要喝牛奶，也不要吃面包。这，
摇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再念一遍哦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爷爷看着姐姐摇摇头说，我不要喝牛奶，也不要吃面包。这摇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都很棒，都有跟着嘉文老师一起进行阅读。你们要记得复习哦，然后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，要多多的喝水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